夏至未至。The rush to the dead summer。夏天来了，然后大家都死了，都那种都变成僵尸嘛。说海滩上的，因为那个这个英文名 rush to dead summer， 也就是死了嘛。对，但我看这个中文，其实我不会想的那么恐怖，但那个可能是海滩上就是那种很性感的、海滩上的僵尸。我们认为这是海滩上穿比基尼的僵尸演的一个电视节目。对，如果是的话，我好想看。你的口味有点重。一路繁花相送。繁花不是繁华，是繁花。繁花很多花，讲一到一路上面的各种花。有一班列车是从中午就开到英国嘛？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义务到伦敦。哦，我知道你说什么了。火车司机在路上看到各种花，然后被感动。对，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？一个花店的老板让我爱上一个女人嘛，一直送她花，送一辈子。然后里边有个箱，但还是被拒绝，她不喜欢她。然后里边有个箱，你像是互相吗？你不觉得是相送？就最后可能是，哦、最后可能是说，可能我一直等着送给你的。要不她也是僵尸，然后她。有一个僵尸要送花给那个人，还是人送花给僵尸？送花给僵尸。那僵尸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对，僵尸一般不喜欢花吗？不喜欢，只喜欢吃肉。啊，你玩过那个游戏吗？那个僵尸的游戏吗？我没玩过，但是我看过。醉玲珑有致，百醉玲珑。你觉得是什么？玲珑有致就是身材好。Okay, 身体好，玲珑，买玲珈。知道，看过玲珑，多玲珈姐姐。你觉得是恐怖片吗？还是不是？不是僵尸吗？不是，可能是古装剧嘛。然后是一个女生会打最强，最拳，就是一种武术。哦，你说那种功夫是吗？嗯，就是，对，你是吧？像醉人一样。OK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穿着古装的女生到 KTV 里边唱她最喜欢的歌 ，which is 温柔，对吧？肯定是，对不对？肯定是，对不对？嗯嗯嗯，对。然后唱完温柔，她就差不多喝醉了，因为她很容易就喝醉。她打醉拳，啊，脾气不好，然后她打醉拳，对，然后打谁？打人，打人，僵尸，僵尸打僵尸，还是僵尸？深夜食堂，可能是那种。就是深夜才播的那种，就是你说哪种？你说深夜里播很容易让人污秽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你的思想好污，报社的那种好吃的报什么？哪个报？暴富的暴。哦、oh, okay, ，报复社会。你说的是社还是色？社在深夜里吃东西，不是说寂寞的时候才看、就是朋友圈看到的那种。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里有什么东西，就是、发美食的图的那种。吃美食 ，OK， 可能是。我觉得没有那么无聊吧，要只是放一些吃的的话，那可能没有人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乱说而已。你说乱说是吗？乱说，我是乱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会想到我们小时候看你看过 Goosebumps 吗？看过。对，那个拍的超恐怖。啊、这个也有僵尸是吗？这个也有僵尸，可能是给僵尸开的一个餐厅，然后因为僵尸深夜会很饿嘛，所以就会没有想他们的感受吗？对，白天开门的那些人，对，哇，怎么想的？瘦像菇，对，然后他们就给他开了一个僵尸的食堂，僵尸的食堂，深夜才会开。你想吃老干妈鸡肉炒面，哎，还是想吃僵尸去这个僵尸的食堂？哎，想去。我还行。你最想看的是什么？最想看这个，就是海滩上的那些僵尸。请大家告诉我们真正的内容是什么？那、怎么告诉我们？微博上留言。好，谢谢，先这样，谢谢喽，拜拜。Oh yeah. Well, this is like from the hood, man. This is from the hood. Yeah, yeah. Dude.